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睇呢节天气报告，我系李凤莹。今朝嘅天色咧，似乎麻麻地，喺维港望出去见得到啊，天上面嘅云层咧相当之厚。喺雷达图像就见得到，同低压槽相关嘅一啲强雨区，今朝咧净系影响南海北部啦，同埋系广东沿岸。不过好彩咧，就系呢强雨区咧，今朝只系擦过咗香港嘅南面。雨量纪录方面啊，天文台咧喺大屿山嘅西南边咧就系录得超过20毫米嘅雨量纪录。至于气温方面，今朝6点零钟嘅时候，各区嘅气温普遍咧就系介乎喺25度咧至到系28度之间。今日嘅详细天气预测咧会系大致多云，间中有骤雨咧同埋几阵雷暴，稍后咧雨势会系减弱，最高气温咧会上到大概31度。风势方面咧系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。主要展望嚟緊幾日嘅天氣啦，隨住低壓槽嘅逐漸減弱啊，天色咧都會好翻啲。嚟緊2-3日咧，我哋會係天氣炎熱，不過仍然咧會有幾陣驟雨。呢一節嘅天氣講到呢一度，再見。